天呢我們真的玩到不完手啊，因為現在呢還在這個廠景以外的地方外面呢就是一路吃東西一路玩啦，玩到來這一隻呢很多朋友仔都很有興趣想知道的，那究竟是哪一個呢？那我們直頭就是會有兩個跟大家一起呢做一個比較，那這兩個呢都是出了名的大奸角，那說的就是麥加登系列。那今晚呢玩的這兩個 grade， 一個呢就是一個航海家，是的 Village 是不是沒錯， Voyage 是的，這個級數的，還有另一個呢就再勁一點了，這個級數就是 Leader Cast。 那大家不要緊張，給你看多個盒五秒鐘，然後我們就會拎開我們的盒了，準備好了嗎？好像是未全港未有這隻貨的，今天新鮮滾熱冷凍，你兩個二三，這一隻就是今次的主角 Leader Cast 的麥加登，咁啊，呢個就係航海家級數嘅。呢個上次我哋爆咗啦，即係兩兄弟大細。表面上睇個 design 好似好接近，但係實質上成個變形嘅方法咧係完全唔同嘅。係啦，但係變之前咧，因為咧佢都可動都非常之優秀啊，咁我都試下大家啦。佢嘅關節咧，基本上已經可以做應付到大部分嘅斬劍嘅動作，因為佢手有轉軸啦。呢度有咬啦，再加埋呢度有轉軸咧，咁其實就係咪會好過呢個啊？呢個手好似轉唔到。呢個都轉到，不過就冇佢。我成隻手轉。係啦，都可以。拳頭就轉唔到嘅。係啦，拳頭就轉唔到嘅。係啦，就冇佢嗰個靈活性咁。哇！呢個腳真係升得好快，啲收線。呢只腳啊，真係正到爆啊！嗱，你睇下佢嘅可動性啦，佢一般接完咧，可以再接咧，你可以做到呢一個動作。再加上佢因為變形咧，佢有隻腳咧有呢一個多重關節，咁你可以做到貼地，又再擘大啲，都可以接地性好強。我呢只都得嘅喎，原來都擘得好，都有少少嘅，都可以貼到地嘅。咁就呢個炮咧，都有啲嘢玩嘅。嗱，表面上睇佢好似一個飛機頭咁啦，好似一個盾咁啦，實質上變咗咯喎。哇！可以大炮，成支炮伸出嚟。咦，嚟多次得唔得？更加清楚，因為都變得好快嗰下。我哋嘗試慢鏡頭，係啦，你嘅眼睛望慢少少。試下，咁，哎呀，好快，真係好快喎。係啦，咁呢個有咩用咧？呢個咧其實咧，我哋，佢今次有一個噴火 effect 啊，大佬。咦，哇，好日式喎，好似嗬。呢個噴火 effect 真係幾好玩啊！即係佢本身都噴火嘅電影入邊。咁我就真係唔知啦，我未睇。咁我係都未上。係啦，嗱，除咗呢個噴火 effect 之外咧。再最勁啲 Leader Cast 就係麥加登個樣子，大家望一望麥加登個樣子先。我記得當年鐵皮咧，這個、都係因為呢個功能而買的。嗱，這個樣同呢個樣子都係間間地啦，似啦啲牙。咁但係咧，當佢要劈油嘅時候咧，點啊？又要威，又要大頭盔，又有啲好快嘅快閃動作。咁有咩？一、二、三。哦，嗰啲大面罩，哇！咦，勁好多。係啦，這個機關非常之正啊！我非常之滿意呢個機關。好似 Opperman 都有呢樣嘢喎，好似類似。Opperman 係好似係打開換面嘅 Leader Cast 嗰個係。咁但係未出啦，咁就冇得比較啦。好，咁就我哋不如就試下變形啦。我哋試過一次嘅啫，可能有啲慢嘅。冇錯，但係時間關係咧，我哋都會鬥快變形嘅。好，好，試下變形啦。咁啊，你主要影我呢個變形。得啦，主要影呢只大嘅。呢個之前變形因為。咁啊，而呢一隻嘅麥加登今次咧，其實都係佢第五次喺電影裏邊出現啦。咁啊，之前嘅角色又有坦克啦，又有飛機啦，各樣嘅模式都出現過啦。咁啊，垃圾車又出現埋。咁今次咧出翻飛機咧，其實係有少少嘅估佢唔到嘅 surprise。係啦。因為呢次嘅飛機造型咧就收長啦，個流線感係比較強嘅。咁啊，你睇得到佢一路。那個兇猛樣子其實都挺殺色的，而且今次玩即真的劍啦，你看得到它的肌肉是不是肌肉的，或者它的身形是大隻了一點的，那件事看下去呢就整體是會是 match 一點。喂我已經變了一半了，你大過很多
可能因為 size 嘅關係。兩個喺度鬥快，鬥快唔得啦！射你十大個啦！我呢個有30個 step 啊，因為我呢個都20幾㗎，20幾係啦。呢個有啲麻煩就係成日都彈咗出嚟。嗰個再支炮啊嘛，係嗰啲炮有啲麻煩。有冇拆咗佢先啊？用水。哎，咁機頭呢度差唔多變形。好，哎，邊個變形啦？實時變形，大家都係第一次玩啫。啊，唔係，試一次嘅，如果唔識變形。你又彈翻去喎，好得意喎。即係大家都只係玩咗一次啫，咁啊，我就已經順利變身成為書童。變咗飛枝啦。細嗰只變咗啦，差唔多。好，成型啦，就係咁啦。哇！好，這個我幫你收回去吧。咁另一邊箱呢，我覺得這個 Leader Class 呢，其實如果 close up 少少睇到呢，佢有啲舊化嘅動作。我哋開個機艙好正嘅。係啦，機艙點開？上去睇睇啦。哇！我呢個真係 surprise 喎。好正啊！即係有多 detail 裏邊嘅，真係有機艙啊！咁你睇到呢啲機頭位咧，其實嗰啲銀色啊，金屬銀色嗰啲，其實有嘗試做啲舊化咁樣。係啦，咁再加埋佢呢度有啲係啦天竺紋啦，其實唔係天竺紋嚟嘅，外星紋。外星紋嚟，好，等等啦，我整埋。誒，差唔多啦，仲有兩個 step。超過10000人啦，一萬零咯。劉嘉玲咯。我哋最中意嘉玲噶啦。劉嘉玲。同埋頭先嗰個噴火 effect 咧，變咗飛機都用得上。究竟用喺邊咧？睇下聽眾觀眾。知唔知道究竟擺邊啊？聽眾啊，輕談天將不夜斷。誒，一陣都要開工。有冇點唱？有啊！即係大家如果啲生日啊、週年紀念日啊嗰啲咧，想點唱咧 ？Facebook 啊 ，Facebook 可以嘅。同埋間中我都會做啲動漫題材嘅。慢動作係咪？慢動作呢啲好動漫啦。其實逢星期日 click 上 tipper.rthk.hk 就聽到。哇！好快，好熟咯。一日都講噶啦。嗱。而家咧就已經變咗八九成啦。咁啊，頭先問大家問題，究竟呢個火焰發射器嘅 effect， 究竟可以喺飛機邊度用得著咧？答案要揭曉啦。好，變形下的都通一變。好。係啦，就係喺佢 pat pat 嘅位置。都好合理。係啊。作為一架飛機，個 pat pat 有火。好。都合邏輯。嗱，咩叫大咧？大家自己睇啦。Leader class 嘅分別。哇！要遠鏡少少，會大成有60%-50%嘅大咗。如果搭埋一齊，差唔多一半到，係咯。啲子母機喎，正喎，細個時候玩呢啲。哦。另外仲有一個功能，當然係好似頭先咁樣啦。你望住呢度。嗯。物排埋啲啊。都係。有咩啊？變嘢？唔得嘅，唔得嚟，棘住咗，棘住咗。唔知有時先。Ready，3，2，1。係啦。咁呢個火物呢個咧，照樣可以當噴火咁樣嘅。咁你變咗呢啲飛機覺得草力炮好型啊嘛，呢啲啦就型啲啦。互動感啊！咁其實呢個塗裝都非常之好啊，可以接受啊，係 OK 啦。咁大家當然。有能力嘅就再掃多幾嘢舊化滲下線，咁就會非常之靚仔嘅。係啊，好哇！現場直播，直播可唔可以放出嚟？放飛機！哇！已經上到12000人啦。就係咁啦。好嘅，好嗱，嚟到呢度，我哋不如去放飛機啦，因為收鋪啦，收鋪啦，買單啦，唔該。好，埋咗啦。哦。